嘿，哥，那咱聊一下逛游戏实况怎么样？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城市极限生存的第四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什么？今天，我是打算，山村是打算来做家，可是我觉得山村你今天去，我觉得你今天去挖矿比较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点缺铁，因为。为什么缺铁？你看我们现在箱子里面有这么多铁，为什么我还缺？看我现在有47块铁，为什么我还缺呢？是因为我们我现在打算去找那个村庄，山村讲的那个村庄，就是第一期的时候他找到一个沙漠村庄在那边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去那边找。然后去那边找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做一个铁轨，这样给他过来这边，可能有时候可以运送东西过去那边跟村民交易。然后这些铁，很明显是肯定不够的，所以山村，我需要你去挖矿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所以今天我就来去找这个，村庄，然后山村就去挖矿啊。有食物，有，箱子里面有。我现在先去那个村庄。然后观众们看到这地狱啊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啊？其实这个地狱我们的打算要早去，因为我们现在装备还不够厉害，而且这个模式是困难模式。而且的话，先杀那个沙比甲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啥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杀比甲吗？杀为什么？因为比甲它可以提供给我们那个叫什么去啊 ？Fire resistant。哦，对啊。也可以啊。啊，我突然间 X-ray 过去，哇哦！哇，你够幸运了，你给。哇，以后我们有 EXP 发吗 ？OK， 那你先，你去找另外一个地方挖看。你先绕过那个哦，倒数了。你先绕过那个僵尸神怪砖。但是这里有 iron， 有 iron armor， 有 name tag， 有 enchantment。等一下，这个哪是村庄？这个是沙漠遗迹啊，大哥。沙漠遗迹啊！这明明这根本就不是村庄，这是沙漠遗迹，有点暗呢。我没有带火把，开玩笑。我也没带火把，开玩笑。忍一下吧。我们拿了这边东西就回去。但是我要避免那种遗忘的。哎，钻石马凯，钻石马凯，马鞍有马鞍了。我们有鞍了，三生，我们有鞍了，马鞍。绿宝石，力量击退二，马鞍是 saddle。哦，这个哇，沙漠遗迹跟够好，箱子带回去，箱子。金苹果，4个绿宝石总共。哇，不错不错，哇，我真的太幸运了。是谁开的信啊？我是我，两个赛德而已。三顺，我们有两个赛德，我们两个都可以骑马。还不快快谢我！还是我觉得我绕整个地球，我地球，我该本来想要想，我绕整个地图，我去讲我绕整个地球，我绕地球，我去绕整个地图一下，说不定可以遇到其他村庄。你看错了，该那天你看的那个不是村庄，那个是沙漠遗迹来的，大哥。
哎哎，村庄哎，废弃村庄。哇哎，这边有废弃村庄哎，居然。神圣的不理我。这边还有那个，山村这边有废弃村庄。哎，你真的是讲对哦，那天你看到的是废弃村庄。哇，我们真的很幸运，这地图真的够幸运的。哦，这个什么 trap 哎？有猫哎，可是我没有鱼。那边有很多很多这个干稻草捆，我觉得我觉得我。是你讲的是不是？我查一下 ，Eris 走迷了。你都没有命名牌。我有啊。我觉得我要必要，你有没有贴那个 I and View？ 可以做啊，又不是不能做。不够啊，我们还没有这样快，不要这样快做那个 and View， 因为我还要用到那些铁。我先做一个锄头。我想我们做一个 iron farm。 你还没找到 village 做 iron farm？ 你想东西又不会想回来。哎呦，钟耶，我要钟，那个钟 bell 我要 bell。 钟是什么？耶，我没有 bell 啊。 bell 哦，钟。这一个表有没有？有小麦，小麦给你。OK， 还继续绕地图。来喽！哎，有狗，闪闪！我没有骨头，闪闪，快！你拿一些骨头来。来找我，快来找我！我都没有骨头。chest 里面有 ，chest 里面有很多。chest 里面有很多，快来！你在哪里？看 map。在哪里？我几次？看 map。也这样，我想看这个东西。快！全速，快全速！我们没有时间，我还要找 village。这狗我就打死啊！你骨头给我。我看你有没有找到其他狗。OK， 继续探。OK， 继续探险。还是走慢。你这没有肉啊，有这个 X 啊， X 比较厉害呀。等一下，比较厉害。Village 在地图外面。哎，你是很快吗？还是？哎，有一个 Village 在地图外面呢。我们就哎呀破一下记录不用紧了，在外面一点点慢慢。不用紧啦，外面一点点不用紧的啦，哎呀，这样 sad 我们 village 刚好在外面，这边有很多 village， 先找一个大的房间。这只马有点快。这只马，你有 saddle 吗？你拿 saddle 跟他驯服啊。等一下先啦。我先抓 village 这些东西，先不要挖。修个，先开一个小房间。
暂时先将以后才来做那个防范措施。小顺，等下我叫你睡，你马上睡啊，不然那些zombie会去 attack 那 villager。那 villager 有够多了，哇！等下，嗨，你看着我，不要跑。啊，中一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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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也中一句。哎，我要中吗？哎，我要中吗？白痴吗？野爵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给、okay, 你没有动，很好，就是不要你动。来，走，推，推，走，耶、yeah, ，对了，对了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对啊，走，拜拜，哎，竟然也卡着，哇 ，OK， 一个 villager， 你不要上来，给现在找另外一个 villager。快点睡，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这边有马，这边有马。他不能睡觉吗？啊，睡觉。哇、哦，这马很快，那个马很快，等一下。也、okay, 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我先去骑那马，那个马很快。睡睡睡 ，OK， 睡。马，不要跑马。九七啊 ，OK， 快快快！快快快，我动作快，因为不能让那些 villager 跑掉。I mean 消失掉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很快，这马我喜欢。三个不错。OK， 救你啊，谢谢你。OK， 下一个 villager。可以卡卡卡 ，OK， 你们，我之后再来跟你们丢啊，拜拜，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。封印 ，OK， 很好，这个铁轨这些我就连先留在这边了。我先去找的嘛。我回来之后，我去拿那个。Brewing Stand 在我身上吗？我该挖 Brewing Stand， 我没有去拿，尴尬。哦，不见了。MLG Water， 算，我的马跑到哪去了？
我的钻石马凯，哦，我的钻石马伦，马伦什么鬼？我的钻石马凯伦，我的钻石马凯，钻石马马凯，不见了。我那天看到，不是那天，我刚刚看到啊，在这边附近呢。我的马就这样宣告失踪了。找不到，我今天只剩这只马，没办法，我们就先走回去。算了，我们这期视频就结束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沈云轩，感谢订阅及关注我一下，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